太累了，我让你们游戏玩了。哎，我们可能要到地下，因为有另外一队。哎呀，你分我一点762好不好？我丢一点762。人在左边呢。人在左边那个房子附近，我不知道哪里。我刚就是在狙他，才被右边的打。我不补了。你天！你可能后面有人哦，可能 maybe 呢。猜猜我会不会变胖嘞？他有5级头。哎，这把好像有点强呢，我蓝色子弹而已呢。白痴才买，又贵又不一定好用的包包弹。我蓝色枪配蓝色子弹呢，一枪四级甲啊！我刚那个瞬狙有没有？嘣一声，人就倒啊！哦，该爽的。你要这东西吗？嗯，等我一下，反正你没差。好，拿去。你有药吗？要不要的药？耶，我需要它。饮料我还有2罐。可以啊，哦，拿来。我们来去找 BOSS 拿个3级包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去捡一点子弹，还是被你捡光了？那没关系。啊，然后啊，你等一下看到红点的时候，帮我剪一个好不好？我说，你看到红点的话，帮我剪一个。I got supplies. 真假？啊，多的哦。
只有我才会。这真的假的？有人来了，真人！在楼下，听到了吗？枪口穿的，哇！好烂！好，刷波子时间。好烂哦！啊，好烂哦！哎，我怎么那么飘？喂，给我回来！出来！上啊！他刚不在看你。哟！啊！打了半天了，我只有一把大菠萝，还有三级头。你二级哦，我已经二级了。那你要一级包吗？哦，不是，你要一级头吗？你要一级头吗？我对你很好哎，我没有把头塞走哎，还是头不用塞。你看哦，你有五级头哎，好可爱哦。那我们去山顶。我问你，你的加密箱都放了什么东西？好吧，我来打我了，走开！他去找你了，他去找你了，死亡倒数，打他，打他，打他！人类，人类。拜拜！哎，有人来过？这什么石头？有人来过？不是吗？有两艘。你给我两发7.6的燃烧弹干嘛？啊，没有，
没有另外一发读到，边烧边读。啊，你要都打到才有用呢。哎，不是啊，你有没有想过？The base 那里没有人了，啊，山顶有人来过，那你说他去哪里了？The base，那我们现在去哪？哦，有人，有人，有人！Marked a location. 要倒喽，比较好了。如果是高爆弹，我就打了。Marked a location. 喂，给点力呀、啊！哦，他死了，很好。哎、欸，哦，我庆忌啊！0.50。我刚捡了很多了。我的红杆打起来了！不然这样像我一样蹦几下，他就死了，是不是？那他不就大不了得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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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得了？这是要我们去干他们的。阿西呢？你怎么看？我来自京啊。我先去捡，哎，我先去捡那个包，我先去捡那个包，好不好？Marked a 住那里 location. 嘛，走，就是一起去那里面。啊，我只带10发子弹呐、啊，不然这把我狙超爽哎、欸。快点吗？我很我，这很恐怖吗？哎、欸，有脚步哎、欸！
仓库附近。啊，然后左边有脚步，弟弟有脚步。嘿，大仓啊，不要去诶、欸！啊，进来，进来造诶、欸！如果要打的话，就是从山头那里。嘿，啊，因为那个叫什么，商店有人，只能用阴的哈、啊，我没榴弹。巴拉都无呢，哦，反正我们就是打倒一个大，或是补掉一个，我们才能走过去。你一样，粗略一点还是冲一点？走，右边 Mark 黑 the 呀 location。过去，先把黑的商店的干掉。你塞不？啊，先把人机清清的，我来是惊。没打你就不要理他，快快快快快快！ Mark the location。确定？真的呢？棒诶！很恐怖喽，被阴烂喽！我去隔壁栋，你应该不会倒吧？要被阴烂了！哎、欸，我问你哦，如果左边没有响人机的话，我是可以去填包，因为左边没人。没有啊，因为包在那里不是，包在 Mark the 那里啊，location。包我们底下，那我去填哦。你们要陪我去哦，因为我会惊呢。好啦。帮我看哦。
帮我把那冷气打掉好不好？拜托，求你。Marked a location. Marked a location. You say 人在哪？树后还是哪？铁板后？怎么死了？我以为是我先呢。啊，安尼我就拍死呢。你怎么一些 kiki coco 哩哩啦啦的东西？兄弟啊，掉个包吧！靠腰，我怎么装啊？哦，你害我压力好大，我哪翘起啊？就拍死呢！不知道耶，不知道耶。不是，不是，笑我啊！我不玩的是。怎么说？哎、欸，那你知道怎么了吗？我一个那个、欸，哎，我一个那个什么，我打一个有尼龙绑带的五级甲 ，AMR 蹦一下剩500、欸，我可能要先去打 BOSS， 我才可以捡东西、欸。我可以刷三只吗？我怎么听到脚步声？侯少宇，侯少宇。哦，我有四级包了，赞了！干你啊！哎、欸，没。
人咧？哎，慢呀！居然用高爆弹在打他！我问你哦，你会捡独眼蛇？你会捡改进 AUG 吗？嗯，还是就算了。如果是你啊。太小声了，口罩外面没有呢。我现在正在探讨我要怎么把全部能力都捡回去。因为还有一颗四级头，还有一个钢铁甲，哦，捡不下啦。来人呐，快给我来一点五级包包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快给我五级包包！我已经放两个小包了，我连改进的插板什么都丢了。五级包包，敢流弹！六级包包，敢零件！六级包包，敢！好，我撤退了。我是智障吗？哦，我他妈带了三级头，我一定智障。那剩十秒的时候跟我说。你。带着三级头在那边说什么？我捡不下东西，我智障吗？